人怎么会苦啊？小时候在学校念书，好同学，总喜欢坐在一起，偏偏位置排得很远。那很讨厌的人，偏偏给他坐在一块。所以听到佛法里讲的时候，吓得这从小就有啊。再回想一生，何尝不如是？冤亲债主偏偏找上身来。第七，求则与得偏失，世间一切事物，心所爱要者，求之而不能得，是名求不得苦。这第七种啊，求不得。为什么求不得？为什么会爱别离？为什么会怨憎会？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呐！人真的要把这些道理参透了，搞明白了，心就定了。心定了，就离苦得乐了。人与人有缘分，人与环境有缘分，人与一切万物都有缘分。命里有的肯定有，丢都丢不掉。命里头没有的，用什么方法你也得不到。非手段所得到的，还是你命里有的，那不叫冤枉吗？命里头如果没有，用非法的手段得到了，灾祸就跟他来了。非法手段得到，没有灾祸，你还能享受，说明那是你命里有的。